Hello，大家好，我是饼干。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期韩服新的 Premium 步枪的预览影片。那么这一把步枪的话呢，是 MSR 15啊，Supreme 啊，唯我独尊啊，这样听起来比较好听一些啊。那么这一把枪支呢是 Premium 版的 MSR 15啊。那么这一把的话呢，有四个部件可以改造啊，枪管、扳机、握把还有枪托啊。那么这把的基础面板数据是46公28穿甲70.6射程。移动射击82.8，这个移动后座91.1，那么这一把的话呢，枪管的话有两个膛线的话呢是加5公减0.9相当于减1.0的这个连射了我们看一下，对，这样的话呢，工期加了5.0但是这个连射掉太多了然后呢，二代脉冲管减0.2首发准度，减0.2连射准度，加1.42的连射。所以说首选第二代脉冲然后呢，扳机的话呢选第一个这个是加准星恢复速度所以说这个的话其实没有关系准星恢复还是比较蛮重要的那么握把的话呢有重型握把还有一个是减，这个是加0.1的后座，这个是加0.6所以说带这一个92.5后座。那么这个枪托的话，看自己选择加2.0首发准确，加1.8连射准确，但是呢，这个走射的话会再减所以说呢，看大家自己喜好那么这一把的话呢，就是82移动射击，我们来看一下。这把的话呢是还是一样五个挑战大家看一下五个挑战来看一下这把枪，这把枪的外观还是很炫酷这把枪外观非常炫酷，这个瞄准镜。感觉有现代战争COD 的感觉基本上是四枪一个人。这把枪的话，蹲姿的这个扫射非常的稳。这把枪的给我的整体评价呢是没有 HK 元帅没有元帅的强度高因为主要是这把枪的话呢，这个攻击46基本上都是要需要四五枪，但是呢，这个准度的话还是比元帅还差一些，所以说给我的感觉呢，这把枪的强度没有相当于一个削弱版的 HK 元帅当然，如果大家是觉得外观怎么个这些方面，如果觉得还不错，可以搞一把。最后呢，感谢大家收看，我是饼干，我们下次再见，拜拜。On my way. Outstanding. Charge. On my way. Roger. Charge. Yeah.
Changing magazine. Roger. I'm gonna pick. Подкрепление! Уже иду. Впереди, враг! Ой! Бросаю гранату! Обнаружена взрывчатка! Меняю магазин. Good job. Outstanding. The enemy. Roger. Outstanding. I need healing. C4 down. I need healing. Request for backup. Thank you. Go, go, go! Charge! Hey, I got one! Go, go, go! Thank you. Apologies. Понял.
Bomba! I need healing. Граната противника! Противник уничтожен! C4 down! Request for backup! Request for backup! Roger. Roger.